You and I。注意左右眼啊，别下颚，不要抬高，然后轻轻松手，哎，别动啊，什么背？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哎，左手或者右手，这样这样拿肩，拿肩会很容易，对对。要沉着冷静，什么都不要想。就是没有分，对，哇！按理来说，你现在打出黄的剑都是意外。嗯。那只八环和那两只八环和这只拖把其实都是意外。这个相当于就没了十分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。肩膀不动，手肘不动，这儿不动。这样的话，防止第一防止中间抽这儿，第二个呢，减少他和空间的摩擦。然后，如果你把肘翻过来，你的肩膀就很危险。好，行，现在排位打完了，第一、第二。呀，九环。第二剑。呀，九环，行为非常的稳了，非常的稳。再来看一下，管乐。呀。是，咱俩持平是吗？八环是吗？这是，咱俩持平，就是依旧很稳啊，是我来。一打平的，无奈双剑客。看看，他俩的剑都是密密麻麻的在黄色那里。等一下，顺便拔个相机去扫一下。肯定有危险。二十四，那可以啊。一百零九，管老师险胜，噔噔噔噔。What have you done to me?